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. Thank you!告诉你，四大凶兽要解除封印啦！地底族准备解封四大凶兽，来对付你们星兽猎人。一旦地底族成功解封四大凶兽，别说星兽猎人，整个世界都会毁灭。不过不用担心，有我超级无敌神兽玄武兽带你们去阻止四大凶兽。那只是传说而已，你又不是地底族，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？你是不是在骗我们？你们忘了我之前被地底族控制了吗？那时我就已经听到他们在说这件事情了。星城，你要相信我呀。玄武兽，我相信你。星城，他太可疑了。我们先回胜利联盟向爸爸和三元老汇报这件事吧。不行不行，没有时间了，第一只凶兽的封印马上就会被打开了。你说的对，那么请你带路，跟着我这只超级神兽走吧。四大凶兽之一的吞星贪兽就被封在下面的火山口。不准退缩，快给我攻击封印，还不快给我上波奇。听我命令。这种感觉，难道是御龙之力？波奇的御龙之力好强啊！还有多久才能到？这里是，刚才我们是不是经过这里？当然不可能啦！让我这只超级神兽带领你们，快点跟上。咦？哎，怎么到处都是这根图腾石柱啊？又是这根石柱？玄木兽，你确定是这里吗？四大凶兽的封印之一就在那里呀，肯定是这根石柱影响我的判断。等等，
快跟着我走吧。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. Thank you!